欢迎回来，108年全国第48届中华杯国小师生排球赛。那现在场上的精彩冠军战要来正式的展开。在转播的部分呢，继续是由潭寿国中的排球教练林云辉教练，还有我林东伟及未来全体的转播团队来为大家服务。这一个分数上是交给了大雅国小这边。大雅国小是今天身穿黄色衣服的球衣。而且大雅国小也是我们的地主队。侧边来做进攻，但是这一次的防守有了，对，一个成功的拦网哦。还有两个人的联合拦网，那个牌面并得蛮漂亮的。其实在赛前练习可以看到两队哦，这个不管在攻击上面跟这个接发上面都还蛮平均的。对，而且两队在整个中华杯的一个积分排名哦，两队都是同积分。那在四大杯赛中也互有输赢。接球有防起来，有一个漂亮的直线攻击。后排的一个进攻，但是三人的防守哦。在前面拦网是拦得非常的漂亮的。潘凯燕的发球，啊，这颗探头球没有处理好，不然可以直接得分。在了斜对角，对，我们可以看到大雅国小这几颗球的进攻哦，都是采一个高举高打的方式，对，跟刚刚的长春国小是采，都是比较采取打长平球的策略，都不太不一样。对，那刚才张成佑的一个扣杀得分之后，现在要由他来发球，谁要来接？结果这个球在。第二次接球的时候出现失误，对，接发球不到位哦，起球员又来不及去处理第二颗球。这球只能打过去了，给大雅国小一个呛死的机会。再来一次的进攻，同样的一个位置，这一次用掉的了。对，这一颗攻击手就蛮聪明的，改变了整个攻击的一个节奏。林俊轩的攻击哦，对，一快一慢。然后做一个快攻，也是被守了下来。这一次的吊球，哇！桥头国小这边5号的范祖文，对，他其实只是想要把球处理过去哦，对，结果就收到效果。潘凯佑的发球，再度找上了线边。给到后面想要用吊的，哦，不过这球还好有救起来。对，还好处理起来。中控过来 ，touch out。范主任这边有再度得分。对，乔总这名5号的选手哈，出手非常的利落，而且非常敢打。对。这一次的发球，潘凯佑这边有出现了失误。对啊，这颗球当然也是。非常伤哦，因为我们讲的好不容易拿一分回来，马上发球又马上失误哦，马上把这一分再送回给对方哦。那现在是大国小林博宇的发球，想要来做二次，但
这边哦，因为桥头这边举球员是后排，是。当他进去的时候，其实这颗球没有很靠网，当他做一个正常举球的动作的时候，大雅国小的拦网手把球过来压这颗球，就造成了一个过网击球的犯规哦。这边的一个进攻，这个球要救，救得很漂亮哦。但是抢死球，打一个快攻。大国小这一轮前排三名选手，除了四号选手比较高以外，其实其他两位篮网选手的高度都没有很高啊，所以在篮网优势上面就没有那么好哦。找一个侧边，但是两人的封阻。哦，要现在太阳国小整个主要的得分主力都集中在四号的选手上面哦。那当然，这一颗刚这一颗球，乔总这边已经有针对他做了一个针对性的拦网哦。很可惜哦。举球员触网，不然其实大雅国小这边是能够顺利得分的。对，那现在还是桥头国小黄崇宪的发球，在这一轮已经发到了第三次，谁要来接？哦，最后还是有把球打过来，在线内，哦，连续三分哦。这个时候的确，教练这边要喊出一个暂停哦。对。那一方面让对方的一个气势稍微的因为暂停而中断。嗯哼。对，那另外就是暂停后会影响对方的发球的一个节奏。对。那在一开赛哦，其实可以看到大雅国小接连的一个进攻啦，其实都有得分。但是桥头国小后来居上，对，感觉一开赛桥头国小比较放得开，大国小那边反而比较绑手绑脚一点。但其实，在一开始这个桥头国小，不管是这个球员的欢呼啊，这个场边的啦啦队啊，也都是气势非凡。对，现在场边满满的都是加油团啊。对。这一次的中投下来，让大雅国小这边得分了，还是交给四号的林敬轩。对，啊，大雅这边由举球员来发球，张少煌的发球，扣下来再接网，但是，哦，线神。线神举界外，对，但是主审更改了判决。主审这边啊，还是把分数给了这个桥头国小这里。哎，力道大了，角度也没有这么的到位。对，而且攻击手本身在控这颗球。感觉有点没有准备好啊。是。发球的一个失误在桥头国小范主任这边，所以现在要轮回到大雅国小主炮林敬轩的发球。这个球救得到吗？没有了。这个球其实蛮可惜的哦，因为篮网已经稍微有把球给弹起来了。是。温询的发球。这边是十号张成佑。对，不错，一个蛮有威力的攻击。
对，那目前看得出来哦，大雅的整个中攻击的重心就是放在四号跟十号这两个大炮手的身上哦。嗯，后排的一个攻击，那桥头国小这边哦，就有范主恩。对，这名五号选手其实蛮有气势的，也蛮有霸气的，攻击欲望也相当的强烈。没有错，快攻，这球在线内。大雅国小的进攻哦，变化多端啊，每一位的选手几乎都有机会可以来进行攻击。对，但是在四号这边呢，还是以他为主力。哇，结果在第一次的接发球的时候哦，出现了状况。对，也是直接接过网，让对方有一个打探头球的机会哦。李冠宪的发球，往侧边想要来打直线，对，攻击手自己的一个失误哦。黄崇宪这边是比较可惜了。其实这个球举出来有比较开网，但是开网的时候其实不太适合再做一个直线的一个攻击啊。是。后排，又是一个失误。哇！这球落比较下来的时候才进行攻击。对，这两分都是桥头自己的攻击失误，把分数送给对方的。所以现在太行国小变成追平的一个局面了，是13-13。那其实两边的进攻策略哦，这个就完全不一样了。对。场的拉拉队，对对，因为大雅国小是台中市大雅区的球队哦，而且离这边蛮近的，对，是地主队啊，所以动员的拉拉队的人数当然就比较多。对，那在暂停回来之后，大雅国小发球。哎，在接发这边呢，范主恩这边出现了失误。对，范主恩到刚刚后排一颗失误，到现在接发球失误，他其实他这一局到目前为止也失误蛮多分了。嗯、当然有很，他也得了蛮多分啊。是。哎，哇、哦！结果换手来进攻。对，其实是在第一时间跳起来的时候，这个。跟举球也没有搭配好，对，时间不是很对啊。对对对对 对, 對，但是他处理也算不错了。对。韩凯燕的发球，啊，哇，这一次没办法再救了。看起来大雅国小举球员的手似乎有一些伤势哦，是，感觉多多少少有影响到他举球。大国小的一号江少煌这边呢，其实手上是有包扎的。对，那这边举球员是非常聪明哦。那也或许是在上午的比赛当中哦，是有状况出现。对，难免啊，比赛过程中难免会有一些运动伤害发生。是，尤其在排球这边啊，最常的就是折到手指。对，还有扭伤脚踝的扭伤。大概都是手臂扣球、腰、膝盖跟脚踝，对，还有手指的挫伤，这样几乎是这个四肢都会受到伤害。对对，应该是属于一个全身爆发力型的运动。对，中扣但是被挡下，想要再来一击、哎、打到标杆了。你看到目前为止他这几颗都不断的持续的在失误啊，范主恩啊。对，那其实范主任他其实看得出来，他是一名发育蛮早的一个选手，是，对，所以可能未来性也比较没有那么的突出啦。嗯、那桥头国小这边的选手毕业后都是往麦寮高中的国中部去做一个
升学，然后跟继续发展的一个学校这样。那大雅国小这边的话，他们绝大部分的选手毕业后都直接会往大雅国中体育班来继续就读。是，对对对对。当然有这个国小跟国中、高中的一个配合啦。对对对，直接升学上去，其实，在运动上面这样子一路这样子往上，其实是对发展是比较好一些。对，而且大雅国小今天的一号的这位江少煌的举球员这位，他是选择国中之后到潭秀国中来继续发展。是，对，他也是我第一个潭秀国中第一名收到大雅国小的选手。是，对对对，所以他算是一个蛮重要的指标。对对对，然后我们也会竭尽全力来照顾他，对，来培育他这样。现在场上的选手都是前途不可限量的选手了。对，黄崇宪的发球，另外一边，但是这一个球界外。这个九号的谢元华，他是原住民，而且非常的弹跳力非常好。对对，只是说目前身高还没有那么的突出了。是，但是我觉得后世他应该蛮看涨的。18-17，一传有到位，这一球杀下来没问题。对，这一颗也扣得非常有威力哦。其实大雅国小，也是一个老字号的一个品牌啊。是。对，那它其实最吸引人的地方就是它的选手都绝大部分都在课业方面都非常的优秀突出哦。对对对对，他也有培育过很多最后念医学院的选手。对对对对对对，文武双全啊。对，没有错啊。因为他们其实之所以受到很多家长的青睐，就是说他们在学科的照顾非常的好。就是你来念我国小体育班的孩子，书不会念的比其他人少。是，对，而且他们的课业辅导啊，甚至一些才艺的课后的才艺班，其实都非常的，就是把课程安排的非常好。没错，对对对。那现在19-19，我们也要跟大家提醒一下，因为在电视前的转播部分呢，因为有时间上的关系，所以我们在稍后呢就会在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就会直接来结束这一场的赛事转播。那如果想要继续来观看的话，可以到网络上在 YouTube 可以来搜寻这一场的比赛，我们会在网络上呢继续为大家的来服务。现在的比数大雅国小21-19，场边是喊出了一个暂停。被国小师生排球赛在冠军赛，现在大雅国小22-19暂时的领先三分。林敬轩的发球，又给了大雅国小一个呛子球的机会哦。但是这一次的一传传长了一些啊，不过对，但是刚刚好过。对，桥头的这边拦网手没有把球处理好哦，导致球直接落到自己场地内哦。分数上已经拉开了四分，又是一个接发球不到位的情况哦。这样子攻击就比较麻烦，但是
这一次的处理在大国小这边也发出现了一点小问题。而篮网手没有去做一个包球的动作，温询的一个发球，不是这个发球很温询啊，是这个选手的名字就叫温询。后排的一个中扣，但是挂在网上了。你看范主任这一局，从刚刚一开始的失误到现在，一直不断的在失误哦。对，那其实这对球队是一个负担的。但得分也在他，失分也在他的情况下，其实就变成贡献就不大了。大国小的一个局点，对，变成现在整个桥头的主力攻击手都不知道是谁要跳出来了。对，哇、哦，结果在斜边的一个重扣，张成佑老师顺利的把第25分给掌握到手了。那大国小现目前呢，就是以1-0暂时的领先。在冠军赛哦，刚才大国小呢是先行拿下了25分，所以是拿下了第一局的比赛。那现在要来进入到第二局，在第一次的发球这边呢是出界了。对，其实今天看到大国小9号的谢元华哦，其实到目前为止都还没有比较突出的表现哦。是。我这边也回一记出界球，双方互相礼让一下。对。哇，在一传这边呢、发生了失误了。对，桥头国小一号这个选手在接发球的时候，其实他，就是。一样的整个面向哦，他要怎么踩右脚？对，踩右脚面就转向护城那个方向去了哦。是，
哦，漂亮的进攻，对，被抓到了，对，而且又是五号的范祖恩，对，其实第一局哦，后半段，整个比数被戴亚拉开，其实也是他自己个人太多的一个失误哦。那如果这一局他还是没有办法有效的发挥他攻击的威力的话，那其实戴亚应该这一局会打得比第一局还要轻松哦。想要来做一个二次进攻，不过有被救了起来。Chance ball， 对，这一颗也是举球跟一个快攻攻击手搭配上面的一个问题哦。对啊，还有第二次的这个组织攻击的时候呢，就有搭得比较顺畅哦。那当然，问题点就还是在范祖恩身上哦。对对对，攻击这个时进时不进的话，对，毕竟他是桥头的最主要的一个攻击手哦。对。大国小的进攻哦，防守上收到的效果，在篮网这边。比较可惜的球是落在了自家的场地当中。对，而且十号的张佑成其实身高也蛮不错的。嗯，身高来到了171，现在来进行八球。那这个其实也是一个非受迫性的失误哦。对，对，因为这个球其实他可以稳稳的把球给收起来啊。他也踩到位了，对啊，谢延华其实平常表现的蛮突出了，他今天反而比较没有那么的顺畅哦。是。这一次的配合虽然在二传的时候传大力了一些了，但是主攻手林俊轩这边啊还是有把握住。对，因为大雅的话就是主要就是四号跟九号两只左撇子，对，然后再加上十号。张佑成，其实球场上突然多了左撇子来进行攻击，会有这个防守上的落差、哦。其实主要是在篮网上，篮网上的点跟右撇子在篮的点不太一样。是，对对对对，就像棒球选手左投一样。对对对对。再度是范主任这边哦，又是自己的一个失误。对对对对对对，那。比数现在拉开了三分啊！大国小的发球还是给他，然后还是又被拦了。后排的一个进攻，哎。篮网的还不错、哦，选到另外一边，这一次的二传上面出现了失误。对，这一颗球江少皇他应该要做一个背后的举球、哦，他的身体脚步转身没有做好，他直接做一个侧举哦，他直接把球往网子里面举，那攻击手都不好去处理哦。想要做二次的进攻，但是被篮网给守住了。温询在往前一点都不温询，对。啊，这颗又是一颗不到位的接发球，哦，有了有了，哇，这应该是谢元华今天的第一分，攻击的第一分。是。再轮回到大雅国小的发球，江少皇，离球场非常远的一段距离啊。对，但是他我觉得他有点发的太角度发太大了。这个球救得到吗？最后有救回来，救得不错哦。还是桥头国小的 chance， 啊，注解，温询的失误。对，啊，这一颗又太温询了。对。好、哦，那现在桥头国小发现了苗头不对了，立即喊出一个暂停。对，三分的差距哦。大国小目前8-5暂时的领先桥头国小。对。其实刚才可以看得出来，桥头国小到目前为止哦，这个进攻都还是在范祖恩的一个身上。对对 对, 对, 对。也是没有想要做立即的一个改变的。那教练怎么样看这件事情？其实。我觉得举球员可以
不必说那么的执着，把球都往他身上去攻输啦。但我相信他其他攻击手也是有一定的威力。是，对。那攻击手本身现在不稳定的状态下哈，如果你不把球先给别人的话，他其实自己很难突破。给到另外一边起球，起球非常漂亮啊，而且是一个跳局，对，非常到位啊，一个跳局非常漂亮啊。封阻是完全来不及了，对，对方的蓝中手过去的时候已经来不及了，其实完全打开了，在大雅国小这边，对，有桥头国小必须，哎呀，这一次的二传不到位，我觉得他江少勇在举球，有时候会把球留的比较前面一点再举，然后有一种类似用抛丢式的。对，那有时候这样抛丢式的举球的话，就会比较容易失误。后排，这个球有救起来，拦网成功。但是在接球的状况下，打长了一点，李树又拉近回来两分差。但是重炮手这边林敬轩呢，还是打得非常的精彩啊。对啊，攻击算蛮有威力哦。那其实看得出来，他的身体发育也比较早一点。对，他的整个腿的线条其实已经蛮那个了。有比赛型选手的一个要求啊。再继续是林敬轩的发球，11-7。哦，完全的被挡下来。对，薛元华个人单人的拦网成功哦。现在桥头国小这边啊，找不到一位选手能够跳出来改变这一场的局势啊。对，刚刚好过网 ，lucky。对，这种没有威力的球过来，对戴海来讲是没有什么破坏性的。进攻又是被拦住，对，又被拦下来了。现在桥头国小麻烦非常的大哦，因为除了这个范主任的进攻之外，他们没有找到另外的一个攻击方式哦。对，没有另外一个攻击点出来的话哦，对于戴雅这边在拦网也好哦，或是防守也好，其实都比较能够针对他去做一个防御啊。大雅国小的气势完全的打开了，14-7了。对，而且分数越拉越开的话，对选手这边哦，这简直就是定心丸啊。对，而大雅可以一起打得越来越开啊。来，桥头这边又出现失误了。那一消一涨的话，分数就会越拉越开啊。对。那现在又不得不再喊暂停了，15-7啊，这个分数上的差距已经是完全拉了开来。对，八分差距其实要追就不太好追了。那其实可以看出来，他这颗接发球也是脚步哦，没有先跟到。八分的一个差距啊，虽然说在国小的比赛当中，刚才教练也有讲到八分、十分，可能这都还是有机会追回来，但是两队其实水准都在平均之上啊。这一颗又是一颗七八球不到位哦。处理的不错。
二次的进攻杀球，但是桥头国小这边有救起来，但是又轮回到大国小的 chance ball 救起来，再找到斜对角，哇，在站位的移动上面啊，挡到了队友了。哎，十号张佑成哦，进步很多、哦。之前其实大国小整个球队的重心是放在四号跟九号、哦，是，对，然后现在今天看了整个重心是放在四号跟十号上面哦，哎，表示十号的成长的确进步不少、哦。后面扣杀，这个球就没有接到了。现在要来看一下范祖恩能不能在比赛中半段苏醒回来。对，再度给，哇，还是张成佑的攻击得分啊！而且这几次的模式不变，但是桥头国小这边却没有办法去阻挡。对，毕竟张成佑的身高也不错，蛮突出的哦。那加上桥头的拦网，如果没有他那么高的话，要有效的做对他做一个封阻也是有难度的、哦。Touch out， 让桥头国小这边得下的分数。谭凯燕的发球，在刚才哦。这林振轩发球完，终于是换发了。对，再度要交给斜边，哇！就算拦到了，也后面没有人来补啊。对，张成佑的这几波攻击哈、哦，也算蛮放得开手脚来打。嗯哼。领先的分数已经达到了一倍了，18-9。对，还是给他。哦，这一颗江少煌在举球的过程中自己又发生一个失误哦，可能大概是跟他手的包扎的伤势可能多多少少对他的举球有影响。是，哇，不过这一次的快攻， 对，其实这一颗快攻跟上一颗快攻哦，其实江少煌在举快攻的时候他习惯把球拿下来，其实应该是直接在最高点点出去，会对攻击手来讲的时间会比较刚好。是，对他做一个收球的动作的话，其实有时候他球上去的时候，攻击手已经掉下来了。对对对。那现在大雅国小18-11哦，领先的分数来到了7分，刚才是有一度达到了9分的差距。对，那要看桥头的主力攻击手能不能苏醒啊，不然可能无力回天。现在桥头国小潘凯佑的发球，对，哇，这一颗修正球其实修正到后排老二去哦，给四号来处理，其实四号也处理得很好。可是我就把球打长了，是，对，打长，让如果你退得不够深的话，就很容易就接喷了。其实刚才看到桥头国小这个前排跟后排的选手是黏在前面的。对。进攻、哦，这个球出界，扣出界的还是范祖恩。对对，但教练跟其他的选手们都很想信任他，继续让他来进攻。对，我觉得攻击点不应该太集中在他身上了。有点像他现在不只是攻击，接发球上面他也不断的在失误哦。是，有点双面刃的感觉了。对，我们来看举球人这一次是还要给范祖文啊、哦。嗯。哦，掉个小的，但是这个球有救回来，再度给，这球就有了。对，这颗他就做了一个蛮有效的攻击了。
不过他现在不豁出去也不行了。对，现在是需要他积极来进攻的时间点了。底数已经拉开九分了哦。桥头国小是否还能够来追呢？这一次的接发做得不到位，想要来做二次。后排的一个进攻打在斜对角。哦，这张佑成真的进步很多、哦嗯、完全打得开来哦，这个分数差距已经来到了十分了。对，这个老二的后排攻击算打得很漂亮哦，判断精准，这个球是出界了。接发打长了一些，但是呛在大国小这里。哦、oh. ，又是一个侧边。今天林敬轩跟张成佑两个攻击主力火炮惊人啊！对，尤其林敬轩哦，他左撇子出手特别利落、哦嗯，而且球的棒速速度也都有他一定的水准哦。而且从左撇子这边打过来哦，这颗球守得很漂亮。嗯，像是在桥头国小，也四号，再一次漂亮、哦，后排已经完全没有人防守了。对对对，而且他从那个位置又是左撇子，对，这个进攻的角度会来得更大。对，而且他很敢打、哦。如果是右撇子过来的话，这个角度还会再稍微小一点点。对，他的手腕很该甩下去哦。赛末点有还是、裁判这边认为哦有触网，也有这个踩过中线。24-14，赛末点。文学的发球速攻、哎、这一球出界了，最后还是因为范祖恩的一个杀球失误，让这个分数奉送给了大雅国小这边。最后大雅国小在这一场的比赛当中、哦、拿下了冠军啊。对对对，而且我们现场我们台中市体健科科长刘佩君刘科长也来到现场。对对对，哦，真的是相当的不简单，在今天这场比赛大国小在第二局气势如虹啊，就以大比分之差拿下了比赛的胜利，是在今天的这场比赛拿下了冠军。那第二名则是云林县的桥头国小了。在这边再度恭喜这两队在今天的这场比赛打出了一场精彩的好球。那在本赛这场的比赛转播的部分需要在这边是完全告一个段落了，非常感谢台中国中的排球教练李运辉教练的一个讲评。谢谢大家，好，我是林东伟，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之后的比赛继续为大家服务了，拜拜。